我们常常劝自己去拥抱生活，因为它从不主动拥抱我们。哎，爸爸，你急吗？回家呀。他鼓励我们要坚持，说坚持就会拥有希望。他告诉我们去努力，自愿者噻。说努力可以穿过寒冬，那是无高的。他说你应该去写诗。你的订单即将超时，谁知道你的订单即将超时？哦，五个还到十，大门耗子一条。人呐，请鼓起心灵的勇气。人在江湖，奇异的晨光一旦升起，行侠仗义啊，就会骁勇掠头上的云涛。来来来来，太好了，生活就是这样，小事情。你勇敢向前，他终会拥抱你。你笑个么子啊？一字当先，谢谢。拔刀相助，一定跟上。健康第一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